嚟到炎炎夏日 ，M 品牌活动都由室内搬到室外啦。2019健康亚洲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会喺6月14至16喺中环海滨举行。今年嘅国际龙舟邀请赛继续有标准龙同埋小龙嘅赛事，多支嚟自海外同埋本地嘅龙舟劲旅将会竞逐多项唔同组别嘅锦标赛。加上今年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，为咗庆祝呢个大日子，大会将会特别举行国庆70周年杯赛事，等嚟自中国内地喺唔同杯赛赢出嘅队伍，联同香港同埋澳门嘅队伍同场较量，争夺呢个亚足奖项。今年大会更加设有特色造型大奖俾最具创意服饰嘅队伍，就算你哋冇参加龙舟比赛，都可以一家大细齐齐参加嘉年华噶。今年仲新增咗街头美食盛会同埋手作市集，当然唔少得仲有人造沙滩、嬉水活动同埋音乐会等等嘅活动啦。俾大家一齐晒太阳同埋玩游戏，有得食又有得玩，活动应有尽有，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！6月14至16，一齐嚟中环海滨支持 M 品牌活动。